好啦好啦，见者通通有份。哎，不过瓜妈，为什么要特别搭电车到三岛市区啊？有什么好玩的吗？熔岩流流下来了，妈！旅游小资讯，日本旅游没有网络好心慌，别担心，只要先在台湾上网预订 WiFi 机，并在便利商店取货，你就可以走到哪滑到哪啦。